哎呦，萤火虫本来交尾巴，啊拍照闪光它，结果就拉开了嘞，哎呀，想不到想不到，哎没有，抱歉抱歉，不是故意的，哎不是哦，拉尾巴的是已经偷走了，哎呦，秋葵呢？秋葵的果实哈，好多的萤火虫啊，秋葵怎么会招来这么多萤火虫啊？到底是什么原因呢？而且要交尾的，交尾就是交配啊。那人哦是有理智的、有理性的动物，不能乱伦，也不能不顾身体健康啊。神明旦日了，旦日了，累了、饿了、酒醉后了，哦，初一十五了，哦，前一天晚上11点就开始算了，都不行哎。古人呢就有这种保命的智慧啊，好多种。佛堂里面，佛堂旁边，哦，坟墓旁边都不行哈。